我想知道这上面的毒是什么毒，谁下的？那就先说说这帕子上的毒是如何而来。13年前，我与关东大侠胡一刀在苍山之巅又会上比武。平生的比武，却成了我终身的遗憾。13年，我寻遍天下施毒之人，终于找到了你，请你帮我，我需要知道当年是谁在胡大侠的刀上下了毒。要我一句话，容易；可我药王草庐的规矩，不能因你而破。说规矩。愿意用性命换我一句话，你就把它喝了。谁下的毒，我真不知道。但是我药王谷从来无用无解之毒。如果你不相信，可以动手了。